大家好，这一段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档案总管的这个排序的方式，就是这个这里的这个档案总管这个右边界面的这个那个档案的那个文件列表的那个里面的这个档案的排序的方式，日期、名称、递增或递减。那这一篇的图文的那个说明页面贴在 YouTube 的注解这边，点一下就到这个页面。那有兴趣的人可以点一下这个订阅。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要理解一下这个递增跟递减。是什么意思？递增的意思是那个由小到大，由小到大，递减由大到小，它的那个意思是这样子。OK，那这个地方就看一下这样子。那切换显示模式在上一篇，上一篇有说明这边。好。那在这三个模式下会比较用得到，比较会用得到，一个是这个清单的模式，一个是内容跟详细的部分，这样子。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万一那个跑掉了嘛，就是说你有时候按一按还是什么的，做一些处理的时候跑掉的话。好，有时候你东点西按啊，或者是你安装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执行过什么东西之后跑掉了，那么，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检视排序的方式把它重新弄回来，因为大部分的话都是这个名称，然后用递减的方式，这样子，然后点击一下上面的这个检视。那检视的这个操作的那个一些详细的操作，就是一些悬浮啊，跟定选的操作，在上一篇有说明。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篇，这样子可以。那这一篇就是大略的讲解一下这个排序的方式，简序那个检视，然后点一下，就是说万一跑掉的话，你不是这个名称用递增的方式。就是由小到大的排序的话，可以点一下这个检视，然后排序方式切一下，你只要点一下名称就好，它会自动排序。好，它是这样子，好，可以，你再点一下，它就会自动的换这样子，然后它会写，有没有？它是递增，这是一般大部分都是这样用的，这样子。或者是你要从这边切换也可以，就是这样，这样按就好。或者是你再点一次名称，它就会自动的换，自动帮你排序，是这样子。好，从这边，好，这样子，好，好。另一个方式是用那个滑鼠的，就是说你在这个空白处，好，要不然你不能这样子。你这样会不是，你就是在一个空白的地方，然后滑鼠右键排序，点一下名称，它就是由大到小，再点一下就是滑鼠右键了，滑鼠右键就是叫出那个菜单栏，然后再点一下名称，它就会自动，哦，只要点名称，或者是你直接点这个排序名称递减，它也会换。这样子，名称递增，好，一般用那个递增啊，名称递增的方式这样。好，那假设，还有一个方式是这个，就是跟大家介绍几个方式是这样子啦，可以做这个排序的递增跟递减这样子。这边就那个用成那个详细。那个
那个资料的方式，或是你这边切成详细资料，上面这个名称这里，哦，这里，你点一下之后，它是由大到小，由小到大，那它这个的意思是特殊符号，再来是数字，再来是英文，再来是中文，是这样，它的排序方式是这样子，是由小到大，那由大到小就是中文。然后再来是那个英文，再来是数字，再来是特殊符号，是这样子。它那个是用那个 ASCII 码做那个大小的排序啊，是这样子。那什么时候会用到日期呢？这个大部分是，比如说是那个压缩档啊，你有时候你处理不知道你这个你下载的东西。到底哪一个是那个日期嘛？是，比如说是你就是点这边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目录里面那个最近下载的，哦，这个是最近下载的，把它放到最前面，这样会比较好检视，是这样子。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是用一些那个文件的处理，你就是要把那个文件丢到那个目录嘛，你要把那个最新的。放到最前面，或者是你用清单的方式，把它显示在最后面，就是你最近下载的，比如最近下载的嘛，你要把它显示在最后面，这样会比较好检视啊，我最近下载的是什么东西。好，你就是用成修改日期，然后最近下载的地方，哦，就用成那个日期的方式。最近下载的，哦，就会在这里，这样子，然后就指一下，就是今天下载的，会在下面这样子，这是用那个修改日期的方式，哦，这个是不一样的用法，比如说你最近的文件，你想要知道是哪一些是处理的，那个是最近在处理存档的话，比如说你是用清单的话，就是拉到最后面，那如果你是用那个。显示的，用这个详细那个详细资料的弄在最前面的话，你就点这里，它就会把它列在最前面，就是今天下载的，或是你今天处理的，是这样子的。那一般的话是用名称的那个递增的方式，由小到大。那个日期的话，就是有时候你是会用那个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是区分在你那个处理的部分，有时候你档案啊，或是你图片，你最近的那个图片，就是你拍的那个图片，是要那个你要查看你最近拍的图片嘛的日期，你就可以这样子，哦，或者是你用清单的方式，那你直接在那个空白处。变成那个日期，然后由小到大，它就是拉到最后面，最近的会放在最后面。那你这边是由大到小，那最近处理的存档会放在最前面，是这样子。它的那个用途有点不太一样，是这样子。那这边跟大家就是说这段，这个图片图文教学跟这段视频是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名称跟日期的差异和用途的差异，跟递增跟递减，一个是由大到小，一个是由小到大的排序方式，这样子。好，那这段视频就结束到这，谢谢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视频。